叫他下车，就是不下车，还踩油门往前冲撞，远景只好掏枪上膛，猛开四枪。超轮胎红四枪，红色小货车依旧逃逸，街头惊悚警匪对峙就发生在21号下午4点多，土城裕民路上，远景发现小货车车主是名通缉犯，上前拦查，对方不但不配合，还冲撞警方。远景狂开四枪后，女驾驶竟甩都不甩，一路加速逃到土城中央路一段时，甚至还猛力撞上机车，骑士跌了个四脚朝天，但嫌犯没在管，狂吹油门，最后一路跑到板桥四川高尔夫路口时，因为高速转弯，整辆车失控冲进路旁生态池。你有必要这样吗？从池中自行脱困，被守候在旁的远景抓正着。27岁张姓女通缉犯这回儿还要抬杠，让警方有够无奈。张女自己知道她本身是有通缉身份，所以不愿遭警方逮捕归案，所以才会拒检逃逸。抓到了人，警方还得出动吊车把泡在水里的小货车吊挂救援。女子诈欺通缉拼死逃亡之下被逮，除了通缉归案，再多吃妨害公务及公共危险一并送办。记者年又成、黄玉兰新北市报道。